我身体看起来也年纪到了，嗯，还能说什么呢？嗯，这是每个人都回避不了的。嗯，但是您还在拍戏，对不对？最近还在拍吗？怎么说呢？就像秋后的蚂蚱吧，还在蹦的。您谦虚了，能蹦的就蹦了。因为我们电影事业现在发展得很快，嗯，我们就是不蹦的也跟不上了，嗯，现在要拼命的蹦的。最近在拍一个什么戏呢？最近我拍的戏蛮多的，名字所以都混在一块儿，都混一块儿，那么多呢？嗯，不是，他名儿有时候难记啊，不像从前一句成语或者四个字很有典故，嗯，或者什么，现在不是，嗯，现在。有的时候你想怎么念，你想怎么命名，你就怎么命名，嗯，不像从前，嗯，他那个这个命名啊，实际上它是有包含着很高很高的文学水平的，嗯，你看我们现在对从前的，咱们就是从前老的电影，你像美国的很多电影，在我们的文艺界大家都还记忆犹新，嗯，我们那时候翻译家。给他们起的名字，给他们翻译。